一个学期，其实也就四个月而已啦。那天跟我妈道别后，就坐上了 Uber。车站离我们家不远，但行李很重，所以只好坐车。诚如大家所看到的标题，我即将去清迈大学展开为期一个学期的交换。去沙仑站哦，我刚从高铁回来。没有啦，就在那个他们去 Outlet， 直接搭到那个新左营，这样比较方便哦。对，坐捷运。对啊，去那边再转捷运。在台湾20年，其实我没有离开台南那么久过。看着台南的街道，心里还真的是蛮五味杂陈的。很久没有坐火车了，台南车站还是一样老旧，让我想起2018年大学刚毕业，在左营餐饮集团做行销的通勤日子。还是一样的火车节奏，听的还是一样的歌单。这部影片的本质是在记录我到清迈交换的一个开头，所以后面其实也不会配太多的旁白说明，只是做一个过程的记录而已。当时没有做功课，上了飞机才发现泰国维夏航空的涂装跟泰航也太像了吧，只要遮掉一部分就是另外一家，但其实泰国维夏航空就是隶属于泰国航空的。对啊，这种画面。 In case of cabin decompression, oxygen mask drop automatically on the overhead compartment. ดึงหน้ากากออกซิเจนแล้วสวมครอบตัวปลอดภัยต่างๆบนเครื่องรวมทั้งเมื่อได้รับคำแนะนำด้าน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ัยจากลูกเรือ台湾再见喽，四个月后见。到了曼谷，我们先办理入境，然后想说要出去找点东西吃。
这个机器如果你没有先订好饭店的话，那最好不要按取票的选项。刚阿华就不小心按到那个机器的取票，就带我们到那一个柜台去了。他就给了我们一个三号人，然后就给我们这张。但我们不知道在那边等这个。是会有司机过来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司机来把我们接走，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即将要去哪里。不会放下，很重，哎呀，看不到。帮您开门，你可以坐前面。哦，没关系。我刚意识到为什么前面的左边是空的，因为他们是右侧。所以基本上感觉就是是不会的，只是我觉得是不是他们就是有分去饭店的排班跟。public taxi 对外的，就是你在去其他地方的计程车。刚那两个服务的女生问我们说：“你要吃什么泰国菜吗？”然后，我们就提需求。我觉得她应该是，如果我们要去哪里，就是先跟他们讲，然后他们就是打单，然后就这样安排。他们都安排自己，对。可是因为我们刚不知道去哪里，所以他就选了一间餐厅，然后安排了三号司机给我们。辣的鸡蛋豆腐，看起来感觉不错呢。哦，我觉得这个辣椒应该会超辣。不是跟他说一点点就好了吗？搞到你不辣。你要看它的全部是多少。以后我都不辣。太强人所难，它的不辣就是微辣。那我宁愿点微辣。那要不要喝看看？把我来试看看。我是真的挺辣的，这个辣跟我在台湾吃的大辣差不多。认真？那我不能了。你喝一口，它没有所谓的后劲，它一进去就有了。有没有？直接呛出来。超辣！何以解辣？唯有啤酒。最不辣的应该是这个辣椒酱，最不辣的。啊，我的镜头又起雾了，刚真的太冷了。这感觉好好吃哦。而且才10块20块而已。是你的那个水晶管。类似的。好赞哦。
他如果说24小时的话，就代表咖啡厅应该会有。我认真觉得我眼皮现在要垂下来。是哦。我靠，这才10块而已。这是那个什么维他命的那个果冻那种吗？对对对。好便宜哦。还梦到很贵哎，30几还是40几吧？哎呀，没有30-40跑不掉。而且可能有加量的，也才15块耶。来看一下泰国的 Seven 物价，韩国的巧克力牛奶，这应该是调味乳吧？香仙草，12块，然后这个10块，这个15块而已。好便宜哦！最后我还是选它这次记录差不多也就到这边而已，那后续在清迈的生活我会再陆续更新影片跟大家分享了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，拜拜。